写到说他刚完成的一个民调，他说，检讨台湾停滞不前的主因呢、70%的民众归咎于政党对立，70%的民众归咎于政党对立，各自的政党都只考虑各自政党的利益所致啊。好、哦，这是其中一个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蔡英文主席如果上任之后推动政治改革的优先序位，有64%的民众期盼要先处理政府的效率改革。您觉得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政府的效率怎么样？以我们内政部来讲，我们认为政府的效率是不错的。那这个就常常，这个有几个可能呢、第一个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第二个就是民众没有真切的了解到政府在做什么，第三个就是可能被误导了，那没有关系，待会我会跟你聊一下。其实大家今天很关心就是有关这个政党法的部分。那政党法里面呢，其中我们知道说，现在提出的非常多的版本，其中都有一个要在行政院底下设一个叫做政党财产的调查及处理委员会嘛，对不对？那这一个委员会，他甚至是一个有强制力去调查并且认定政党取得的不当财产，是这样没有错吧？目前所看到的版本大部分都是这样。这个不是行政院版，它是其他委员我知道，就除了行政院版，目前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嘛。那您觉得行政院版跟这个大部分的版在这一个部分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们认为党产的这个部分呢、应该在党产的这个条例那边呢、去处理，而不要跟政党法把它放在一起，因为其他的，譬如说政治现金法、行政中立法等等这个跟政党的运作比较是有关，然后是比较专门专题式的我们是希望是说在其他的专法来做，所以我们并没有在这边要建议说要设一个对，所以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版本，除了行政院版的之外了。基本上都是要提出这个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设一个委员会，其实不管怎么样分进合集，目标就是要把其他政党的党产做一个政治性的处置。但是本席要在这边强调的是，其实虽然大家一直强调说有多少的民意认为有不当党产，有多少的其他的政党认定国民党就是有不当党产，但这些是毕竟是一个主观的臆测或推断，它是并没有经过一个司法程序或者是一个有公信力的程序来认定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事实上人民的财产或者是社团与组织也好，他的财产是受国家宪法保障的哦。那在受宪法保障的情况之下，在行政院下设一个任务型的编组，赋予政党财产的调查及处分权，这样子是很难不被做其他的联想，也有违我们回到法治的这一个本意。不知道市长你的看法怎么样？我们的看法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不管是政党或者一般的人民团体，或者甚至人民的这个财产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大概是比较难，是说就可以有其他的这个处置的方式强加于他。比如说我们现在公共建设要征收，我们也必须要经过我们土地征收小组就它的必要性跟公益性做严格的审查才有。那这个也是各政党所主张的，所以对于财产的部分就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宪法是保障人民的财产的。所以其实就像这长你刚才所讲的姑且不论大家对这一个政党的财产是如何的认定，我想毕竟都还是处于一个推断的状态下，那是否因为推断而来影响到一些应该回到司法运作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大家来深思了。那法律当然也不外乎程序，这是一个法治国家最基本应该有的原则。我想用不当的手段来处理不当的就算是不当的党产好了，我觉得只会让自己这个行为更为不当这个是大家要深思的。另外市长您知道吗，在我国相关的这些规定办法条例或法律里面有用不当这两个字的大概有多少您知道吗？大概没有看过，几乎没有看过，对不对？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两个啦，两个，但现在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记得是两个。为什么只有两个？为什么冠上不当的只有这么少你知道吗？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因为如果是不当的话，你就认为事先已经判定是说它的价值了，所以其实市长还不是说因为事先判定，
因为不当这两个字它在法律上是一种不确定的概念，它是一种不确定的概念。那你如果一旦冠上不当这两个字之后啊，那不但它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而且在界定上会有认定的困难。那如果又是拿来用在政治上，哇，我想那个就更复杂了。所以为什么大家在我国的这些相关的历史上这么久，在相关的条文上很少出现不当这两个字，是因为这两个字的不确定性啊，这两个字的不确定性的法律概念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如果不谨慎的话，它很可能在政党的操作之下，它会变成是游走在法律边缘跟灰色地带的一个政治怪兽。请问部长，我刚才讲的这些您认同吗？我们认同。好，既然你认同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在这个委员会底下，假设做出了一些对财产的处分或者剥夺，那假设被处分的一方对这个委员会所做的这个处分觉得不满意、不接受、有疑虑，他要怎么救济？如果是依法成立的话，当然是行政救济了，诉愿到行政法院再去起诉等等。那行政法院，我们提行政诉讼嘛，对不对？是。那行政诉讼是算行政体系还是算司法体系？行政诉讼算司法体系。算司法体系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一个以应推论而产生的这些东西，在行政院底下设一个任务型编组的行政单位，对他做出行政处分，然后再用一个不确定的不当概念，去来对他做发动的一个清算，最后被清算的人如果对结果不满意，回到司法系统，是这个意思吗？看起来好像是。啊，所以本席刚才问你，60%的民众希望先处理政府的效率改革，这样子的效率，你不觉得是绕了一大圈吗？所以我们的意见就是说，对于不当党产呐、所谓的不当党产，如果各个部会认为有被侵占了、等等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他其实就直接到民事法院去起诉。所以这就是本席要讲的。在既有的司法体系跟体制跟相关的法律之下，我们就可以处理了。结果我们现在要弄出一个什么？我们要告诉全民的是，我们要用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叫不当，然后因为这个概念跟推断，在行政院底下设一个任务编组的行政组织，再用行政组织的这一个行政作为判定某些行为，最后如果产生疑虑，再回到司法体系。这样的结论，我觉得我们要告诉所有的民众的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本席今天不是在维护党产，我想台湾的民意对党产这件事都有很高度的共识。本席今天在讲的是一个程序跟行政还有法规这些东西，今天不可以因为我们怀有什么样的想法，怀有什么样的目的，就把行政法律之间的边界还有分野全部打断、全部打乱、全部打混。我想所有的立法委员在审慎处理，就像大家所讲的，不要因为个案，我们要的是一个可长可久，以后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都可以继续这样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允许啊，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发生，最后有争议，而且我也来推断，一定会有争议。所以在我推断一定有争议的情况之下，最后回到司法体系，然后前面搞了一大堆用行政来处理，我觉得这个是本末倒置。最后呢，一点点时间，我再跟次长提醒一下。就是有关政党法里面、有提到说，如果在党主席、中常委等相关党职的选举中涉及到贿选，会有相关的刑罚。那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简单提醒事实上，如果是比照选罢法如果是比照选罢法，选罢法对公职人员的贿选行为，它是不仅仅是只有对这几样选举哦，它规范的还有很多啊，譬如说像预备犯，譬如说像自首，它还有很多的规定。那我们是。只有对这一个相关党籍公职的选举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法则，那请问对其他的有没有考虑纳入的必要？其他的那些其实要设什么样的组织啊，在各个政党和党政里面会去规定。那我们认为政党的负责人如果用选举的中央直辖市及县市级选任人员的选举这些贿选的行为以前因为。
它是属于人民团体啊，所以没有这个依据啊，可以来给予刑法上的这个处置，所以我们特别在这边规定。那您刚刚讲的是说其他的这个，譬如说他是组长啊等等这些，我们倒认为哈、啊、不需要到那个政党自立啊，在他自己的这个章程里面去规定，如果、啊、他们啊、有不好的这个手段的话，因为他的这个党员啊应该要主动出来啊检举这个，譬如说啊做寻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体制啊，他就可以把这些啊去推翻啊，所以应该我们认为不需要规定到那么详细。对了，所以我觉得我也是认同啊，因为基本上哈、啊、要端正选风，推进民主的发展，定这样的规定，在精神上本席是非常赞成的。那只是说要提醒的就是，我毕竟我们在选罢法里面的规定是非常谨慎而且非常完整的。那你如果说单独的挑出其中的一点。啊、在你认定有必要的部分你给予一些罚则，其他的部分通通都没有给予一些 相对应的这一个规范，我觉得这个有必要在思考的时候再周延一点、啊、这个部分再提醒一下我们在做相关处理的时候。是，好，谢谢。是，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洪忠义委员，对，那个洪委员发言完，我们休息哈，对吗？哈，对，嗯。主席，请我们那个陈政次。来，请次长。洪委员你好。你好，次长你好。那个，次长，是刚刚你在报告这个我们政党法草案的时候，我想本席有注意也看了一下了哈。你在那个第七条里面哈，你们有讲到哈，就是党员要超过100人啊，哈。那你们为什么会以这100人来作为依据？为什么会用100人？其实啊，这个人数啊，在世界各国啊，有的是规定500人啊，有的是50人。